白短棒点一个飞球接到，但是赶快回来，真的就点了，但最怕就是点飞球直接被接到。还好黄伟胜回来来得及，就他还有先看一下这个状况哦。水球挤到变成一个小飞球，我有就落地，但是因为不敢跑，所以哇，这个位置就是对守方也尴尬，跑者也尴尬。难点在守方有可能直接接到球，但一旦落地的话，你没进的又不行。对啊，所以对黄伟胜来说，这也为难啊。这没办法了，谁来跑应该都一样。这一棒要看的是守备于德龙，